预备 对，好，起来的时候快点，对，哎，你挺腰，注意腰。记住了，这个他这个冬天了，训练就跑到外面那个那边特别冷，然后去站区那个接上房地方也贵。 咱们确实加了那么多钱，可是呢，尤其刚去我们那查房上呢，你看，那木头啊啥的，我就看见，我说这挺好，然后我就经过，哎呀，半个多月，几乎你的东西全部是捡的东西，然后组装起来，就让他练这个身体。 当时先开始进去的时候，就感觉不可思议，跟那个健身房里面的那些功能都差不多。他第一次参加800米是3:01，但是跟高三就是2:28，3年踢了33年。我供给我自己，我爸的座右铭就是最要付出超人的代价，才会有超人的收获。然后他现在也是我的座右铭。